好，你好。Hello， 你好，这里是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我想要邀请。要不要来？有请本期大来宾吴亦凡。请看。哇。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与你同唱《想你》这首歌曲的人已经高达273万人。我们来看看今天这黄金三个席位送给哪三位朋友呢 ？OK， 请看看。开始打电话了。好，很刺激的感觉。对，开始。停。喂，你好。哎，你是秋池子吗？啊，我是吴亦凡。谁？我是吴亦凡。我操！真的假的？真的。哎呦天哪！你在什么城市啊？上海。从事什么工作？我现在是公关。你是否参加合唱呢？我发布过一次，但是被我秒删。你为什么秒删？你是对自己的唱的效果不满意是吗？还好，其实。那你来一段吗？来一句。我想你，想你，想着你。OK， 哎，听出秒删的感觉。那这样呢，我们是这个我想和你唱啊，明天我们就录制凡凡的这个专场，24小时之内呢，我们希望你能够赶到长沙。可以呀、啊，我们帮你查一下航班好不好？虹桥会比较方便。哎、还挑机场了，像我一般就是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我走过来都可以。对，你看凡凡，我开一个过来都可以，多宽的人。OK，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见啊。好，明天见。好，明天见，拜拜，再来。噗噗噗噗。这网名没谁了。喂，喂，你好。哎，你好。你是噗噗噗噗吗？啊，我是。你喜欢吴亦凡哥哥吗？哦，特别喜欢。是吗？你喜欢他什么呀？不仅是帅，而且是那种非常有内容的帅。我是吴亦凡，你好。真的假的？真的呀、啊，你刚刚不是说你喜欢吴亦凡吗？所以我就来了。那你可以给我唱首歌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先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在长沙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也是网球教练。在长沙对吗？是的。在长沙什么区啊？我们在岳麓区。岳麓区离新沙有点远，要不然我此时此刻就让你见到吴亦凡。真的假的？对啊，这样就可以腾个名额出来，明天不要，明天不要，太坏了。真的是吴亦凡，然后我们是这个我想和你唱节目组，我是维嘉哥。你之前是唱跟他一起合唱了歌曲是吗？对啊对啊。那你唱两句，唱的必须要好哦，吴亦凡才让你过来。好，来。想你想你想着你，有些模糊记忆。看你看着你。心中秘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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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了吗？没有。好吧。啊，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开玩笑。过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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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现在邀请你明天来到我想和你唱的节目现场，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你这么定了。好的好的。明天见啊。好。来抽一个浏阳的。喂。喂，你找谁啊？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到底是？那你猜我是谁吧？你说吧。我是吴亦凡。嗯？啊？嗯？嗯？啊？啊？我就是吴亦凡，怎么样？这个声音特别熟悉、啊。是吧？很熟悉吧？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问。你有 freestyle 吗？说什么？啊？我问你有没有 freestyle？我有，来一个。路遥知百里，一心闯天地。OK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啊，真歌迷，真歌迷。那我想明天邀请你来，我想和你唱的现场，可以吗？可以。那就明天见了。明天见。明天见。好了，三位朋友都已经打电话给他们确认好了。是的，希望他们明天能够顺顺利利来现场见到你。好的，那我们明天现场见喽。云米告别传统家电，就选云米全屋互联网家电。提醒您本期看点，让我们欢迎今天的 party 大来宾，你们最爱的吴亦凡。大家好，我是吴亦凡。他在我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哇，这家伙直击小心脏。过他，过他。哇，其实
就是那首歌的 flow 是挺复杂的，但他当时驾驭的非常好，把我都给带动了，我想跟他一起唱了。要邀请其中的哪一位呢？会是谁呢？我想和你唱。我想和你唱官方合作伙伴，满满一大瓶精华液，高姿一片霸屏面膜。伊利 Joy Day 欧洲进口巧克力豆酸奶，2400万 AI 摄影手机，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石。官方嗨唱记录官抖音 APP 记录美好生活。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待会见。现在继续，欢迎来到韩寒的音乐 Party， 有请主持人和剑客团。与其仰望，不如合唱。是的，欢迎收看由苗苗补彭彭夫人启动水光机的韩束澎湃水为我们冠名播出的音乐互动综艺的节目。我想和你唱，就是现在，澎湃启动。老韩，咱俩这已经是第三季了，算是老哥们了啊，还是想代表观众啊，对你提出一些意见。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态度越来越不认真了。为什么呀？你看你就穿得像个踢足球的，穿个大裤衩你就来了，你这不应该啊。你看我啊， Gentleman 帅。哼，告诉你我为什么穿这个衣服吧，因为我弟穿球鞋什么的，所以我就配合他。那倒是。是的，让我们欢迎今天的 party 大来宾，你们最爱的吴亦凡。在我座驾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过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选项只想要屏蔽。我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尽头不该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破格在江路上飞，那方向看我想追，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我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从不将就我的命运。那时候的人们说不想遵从那规矩，世界与我远离，是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糊口，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路人说路遥知马力，
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啊啊啊 ！Yeah。大家好，我是吴亦凡。你看没有？我说了没有？我不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我说了没有？我穿了一米多高的身高鞋垫还是那么矮。我在他面前，咱俩成七个小矮人了。但是你看，人家非常非常的贴心，人家站是这样站着，这样显得个矮一点。矮一点。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吴亦凡呢一直都在非常执着的自己喜爱的音乐类型啊，这种对音乐的这种执着，包括真的性情呢，也让他接触到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热爱音乐的朋友，然后让他的音乐变得更加多元化。就像刚才老韩，我们在后台在聊的时候，老韩特别好，就是发自内心的说，这家伙现在的音乐真做得越来越漂亮了。对，我对有才华的人感兴趣，自从我听了他的音乐之后，我觉得我对他感了兴趣，这就证明他在我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特别的棒。谢谢老师，谢谢汪涵老师，谢谢汪涵老师。当然我们接下来也要请我们现场的剑客团的成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参与方式。不管你是独孤求败的金牌麦霸，还是赫赫有名的跑调王，只要你有一颗想唱歌的心，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五亿人都在用的全民 K 歌参与我们音乐大咖的视频同框合唱。没错，我们的报名方式呢还有非常多的方式，有我们的芒果 TV 全民 K 歌和线下合作，还有官方微博、抖音 APP、 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客户端、宝声音乐、温莎 KTV、 湖南交通频道、年年音乐电台以及荔枝 APP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报名。 Come on， 我想和你唱。是的，每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到20到30位幸运的朋友跟吴亦凡视频同框演唱，其中呢有3位非常特别的朋友啊，亲自接到了吴亦凡打来的电话。三位朋友来了吗？在哪儿？来了来了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秋池，然后目前在上海是一名媒介公关。然后昨天在加班的时候就接到一个来自长沙的陌生电话嘛，然后就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喂，秋池子，知道我是谁吗？”其实我非常紧张，但是我的工作状态的话是对接艺人啊、广告商啊这些，所以我很自然的、很冷静的就开始跟他就是谈业务。对对对对对，真的，王老师真的，他昨天呀、啊，对这个，我们昨天还在跟嘉哥一起，记不记得？啊，我们聊是机票还是火车票？他就说那行吧，我坐飞机来，挑完了飞机还要挑机场。我说我从虹桥走比较方便一点。对对对，特别专业啊。对对对对对，好的，谢谢，谢谢秋池。Hello， 大家好，我叫普泽鑫，然后现在在湖南长沙，是一名网球教练，然后以前呢也是一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哎呀，哇！昨天大概是在6点左右的样子，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然后维嘉哥就出来了，就给我介绍。他从哪儿放出来的呢？维嘉怎么了？因为为什么昨天打电话过程呢？吴亦凡是非常主动的，首先都是他去问好。完了之后我再默默地从后面钻出来说，我们这里是我想和你唱栏目，恭喜你，对接一下，你要从虹桥飞还是浦东飞？好的好的，谢谢。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叫雷琪琪，我来自湖北武汉，现在是在早教机构做行政。然后我昨天是去吃晚饭的路上，然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说他是吴亦凡，然后我就特别激动，然后当街就哭了吧。对，然后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你越来越好，然后我也会跟着你的脚步越来越好的。哦，好棒，加油加油！这话说得好，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歌手听到的话最幸福最快乐的。对对对，真的。第一是你们越来越好，第二是他们愿意跟着你们，跟着你的脚步，充满着正能量的、充满着爱的脚步，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让人感动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三位幸运的伙伴呢，待会儿也会再跟吴亦凡进行10秒的同框演唱，祝你们唱得开心，祝你们唱得开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样是幸运的，因为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节目会给您出题，然后呢您最后您要递交这个答案的时候您别忘了哈，等节目结束之后。不过参与玩法是什么呢？拿出你的手机摇一摇就可以参与了。是的，到时候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韩束缝麦穗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礼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吴亦凡的这个视频上传以后呢，百万网友跟他合唱的情况，我们请看 VCR。没错，就是我。大家好，我是吴亦凡。我想和你唱今天我们要唱的一首合唱情歌，叫想你，一起来吧。想你想你想你哦，想你想你想着你，却模糊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什么秘密呢？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我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我是芒果味的，看着为你画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尤其是时有改变，那段的线的时间离开我的视线，爱情从未实现，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在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深浅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的爱的球鞋，什么是你最爱的球鞋，你穿过的。我想我真的想着你，没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我和你的关系。好，问你是否愿意，还有感情的，慢慢的有点好看。哎呀，为你着迷无法休息，我和你都在原地，为何总是逃避，不要逃避了，不要逃避了，来吧。即使这世界充满猜疑，我却只在乎你，只想和你想你想你想着你，有些模糊记忆，我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我的对的，我就是在等着你。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第二段一起哦，嗯。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可是可是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为了你，我可以事先怀疑。为了我可以用尽全力。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淋着大雨，而且我是鲨鱼保护着你，我知道你在，不能没有你，没办法失去，我只想只想陪着你，我只想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爱像一场电影，别把我放在背景，想你想你想着你，什么都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好，加油，马上了，最后一句，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我们两个的合唱好好听哦，完美完美完美，太棒了，我希望在现场可以见到你，所以我们一会儿见咯。哇哦，你看看上到白发苍苍，下到可爱的小朋友，而且颜值都好高，这是关键，好看。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全民都在唱的全民 K 歌，吴亦凡的视频放到网上去之后，有332万人在网上和吴亦凡同框合唱。那么接下来有25位幸运的嗨唱伙伴来到了现场，每个人将会和凡凡有同框演唱，分享这10秒钟的最幸福的时光。所有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马上进入到吴亦凡和嗨唱伙伴们的现场10秒同框合唱，从此以后，耶耶耶！
呀悄悄爬上了夜空。哇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表情想给你快乐真的颜值好高啊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全是你的这个唱得好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只可不留下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让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现在会好过只想你快乐好随意哦哪怕不是因为我好听不用难过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痛唱得好这个唱得好这个唱得好唱得好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流泪请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好甜啊故事的最后是风吹潮起潮落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心动你一刻都迷失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流泪请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白天鹅好美哎像音乐盒上的公主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从此以后我会走到尽头哇这个还可以你我曾经勇敢爱过直到剩下我一个人默默唱着寂寞从今后就珍惜我们到了夕阳的我越渐渐唱得不错哇哦好有气质好漂亮啊这个姚姚奶奶好有气质啊谢谢大家太棒了太棒了多才多艺啊真的是让人惊艳到了啊而且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说啊不管你是唱得好唱得不好是不是跑调说实话前面很多期都没有碰到跑调的但是没想到所有跑调的都集中在这一期了没错也有可能女孩子们太激动了不是颜值太高了、啊、颜值都太高了对主要看气质啊主要看气质关键是这俩小姑娘对对对对对太可爱了对对对你这送吗啊不嗨送吗上节目送吗轩儿你几岁了我五岁五岁你呢四岁好、哦、四岁好骄傲啊四岁那种骄傲味儿你们都特别喜欢凡凡哥哥对吗对真的吗你确定吗他不太确定
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对，对的。哇，就是因为您很喜欢，所以他就跟着听就学会了。是是是。哦，您也是。对。就是平常在家里都放这个凡凡的歌。对。哦，你们老公受得了吗？那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啊，你没看孩子跟妈妈姓啊？嗯。对啊，你看这个姓陈啊，这个老公在家几乎没什么地位啊。这两位小朋友唱歌，刚才唱了两句都非常好听，所以可不可以让他们俩再唱一下给我们听？可以啊。对，来，两个小朋友到中间来。你们会唱新歌吗？我这是纯粹给吴亦凡把歌硬打，硬打，硬打歌。来，预备，开始。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城里出现了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哇，都很可爱、啊，小的能送不？哎呀，特别特别的开心啊！你看我们场上还有很多。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刚才都在演唱，包括刚才那个冰妮啊，冰妮是学这个啊，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哦，芭蕾舞演员也是2016年亚洲小姐的亚军，哦，亚洲小姐，老汪子啊，他的组都挺高端，真的，所以平常就是训练的时候、跳舞的时候比较辛苦的时候会哎听听。当然会，当然会，很累的时候就会听他的歌，然后有一种大家都知道对吗？那种，哦，对，那种。我不知道，问题是，是什么样的感觉？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妈呀！哎呦我天啊！一见钟情啊！哎呦啊！这家伙直击小心脏，谢谢你啊，冰妮，谢谢。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其他的小朋友。奶奶那个，哎呦，对的，这个阿姨，老奶奶，你们老韩家的，对啊。她不应该叫老奶奶，姐姐，姐姐，对，姐姐，而且阿姨个子好高哦，个子好高，我决定下一期我就接阿姨的这个旗袍穿上了，可以，我能接受这个，可以，阿姨您好，大家好，我叫韩冰，今年70岁，我来自北京，在这儿我特别感慨呀，汪涵啊，啊，人家叫韩冰，我就一字之差，啊。一个像风白柳一样的潇洒啊，一个怎么就那么像邮差里的邮筒？不，你到70，你也到不了这样。嗨，对。2016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纽约国际时装周的大秀，也是中国第一个走上国际时装周的老年模特。哇，老韩家的骄傲。我也知道一凡走过国际大秀，哦，所以今天我想请他走一个，我看可以，我看可以，我看行，你陪着阿姨，必须的，必须的，必须陪着阿姨。阿姨是非常有范儿的，而且很稳，是的，特别稳呐、啊。对对对，哇，这个太好了！我们恭喜每一位参加了十秒同框的这个嗨唱伙伴，在他们当中有6位将会更加的幸运，有机会进入到接下来的环节。我觉得这一组啊，竞争不会特别激烈。韩哥，韩哥，去掉走调的跟走秀的，就剩下6个了。好，究竟会是哪6位？请看。我们给大家来，首先跟大家访问一下，首先是最远的那位，穆琴。
大家好，我叫穆晴，我来自广州，我是一名心理治疗师特助。哇，他喜欢观察别人的微表情。那你有观察吴亦凡这些吗？看他三秒，看他三秒。又脸都红了哎。我们继续吧，不要这样子。不是，他看人跟别人不一样是吗？就是无死角，无死角，我不太敢看他。哎，我就不信这个邪，来过来。等会儿啊，看我。看着。你俩怎么就看着看着就把对方给逗乐了呢？平常我也会去关注他的视频还有音乐作品。那我发现吴亦凡呢，平常也会说很多那种励志的鸡汤的话。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就把他们总结了一下，我今天想用说唱的方式来展示一下我的观察成果。是90后，只是生于90年，请各位观众不要被我的华丽外表欺骗，不间断的表现，投入生活的体验，搞不好我以后会是一个喜剧演员。人生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抱怨只是拦住前进的一根刺，无论黑夜多长，迟早会走到白昼地方。 Taking my time step by step， 我们永远不大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尺子，希望你能成为他喜欢的样子。那我应该成为何种样子？是见过温哥华每天凌晨4点的样子，是在别人认可你之前先认可自己的样子，是负责任守规矩全爷们的样子。 Darkness in my eyes but lights up in the sky， 魔镜只戴一半才能看清世界的黑白。那个词写的不错啊，你自己写的？其实不是，不能算我自己写，因为全部都是你说过的话。哇，有点出口成章啊。很棒很棒很棒。刚才我整理的那一段呢，是吴亦凡之前说过的激励人心的话语。然后呢，凡凡呢之前对妈妈还有对歌迷说的一些很甜蜜的话，我也整理成了一段歌词。最后一段。Let's get it, get it, get it. 我不管什么都好，只要喜欢的人能给我一个微笑。你不用长高，我弯腰就好，不离不弃是彼此的依靠。说好不见不散，今年继续勇敢，是你让平凡日子变得温暖。比起说喜欢你们，更喜欢说我喜欢你。每个你在我心里，你们是天使一般的存在，愿守护不再慢。 I can hear in my mind， 不能没有你，所以我一直在等待。我好想好想你，真的好想你，在我的记忆里拉着你，抱着你，望着你，念着你。原谅我有的时候无能为力，你要是丢了我会每天去找你。 So baby。 哇，哇， DJ drop the beat， Yo， DJ drop the beat， 啊，还有 battle。 哇，再见再见 battle battle。今夜来得憨憨的 party， 寒暑茉莉激动了时光机，参赛学员大家都冰冰，澎湃水让价格更甜美丽，一粒就一对层层美味，炸裂味蕾，酸奶的心水 choice， 欧洲进口巧克力豆滋味让指纹也很陶醉，有个秘密藏在荣耀式手机，立体环绕起点一升到无敌，小龙耳朵最挑剔，嗨翻音质最纯净，越听越忍不住上瘾。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高层一片霸屏，慢慢进化多霸屏。 I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敷完面膜我就是 party queen。 可以呀，啊，哦，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啊，土里古日。Yeah. 好高啊，大家好，我是土里古日，蒙古族。对，蒙古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我现在是一名非常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企业员工，从事销售行业的工作。我知道我们的凡凡对说唱是非常有研究的。对的，都说我们这个运动说唱是文体是不分家的两样，所以以前我也是一名国家二级运动员。是什么运动？篮球吗？我是跳高。
OK OK。大家知道我们的凡凡篮球打得也是非常棒的，今天正好两位喜欢运动的人站到一块儿，那就让我们切磋一下，切磋一下。Yeah yeah。来一场篮球的娱乐性的一对一的 battle。Yeah yeah。项链，关键是项链，别，你把这个给放下，好，放到这儿也行。帅，要对节目组感到抱歉啊，不能随便激发我的这个篮球的这股火焰，一旦激起就会造成这种后果，我都给扣歪了。接下来第三位啊，孟娜。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孟娜，我来自上海，然后呢，我现在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是一名学生。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我的妈妈以前是唱沪剧的，所以我从小在她的影响下也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平时呢喜欢一边弹尤克里里一边听我喜欢的音乐，然后还喜欢去改编一些音乐，像今天呢其实我就为凡凡准备了一首凡凡的歌，然后把它改编成了小清新版，来听一下。两个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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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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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got out this money, but I know you won't expect this. Running on the low, but I know that you're interested. I just made a call, you and your girls is on a guest list. Maybe it's the liquor, but I swear I want a French kiss.Listen, listen, I ain't trippin', trippin', you won't catch me slippin'. Racks on me, I ain't scared of love, I ain't tear tippin', yeah. Facts on me, I ain't sippin' fiction, say with conviction. You a vixen, I've been checkin' for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 yeah. Girl, you know that you're a frea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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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hawty, you belong to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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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Let me get you in your zone.Yeah, yeah, yeah, yeah. Maybe we can take it home. Yeah, yeah. Woo! Yeah, 口哨好听，好好听。口哨好好听啊！是的，谢谢韩红老师，太好听了。很棒，很棒。其实呢，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东西。还有呢？是的，大家都知道凡凡呢，他跳舞跳得特别的好。然后呢，其实我今天也自学了一套凡凡的舞蹈，想跳给大家看。Yeah, cool. 哇，
好了，起范了。Yeah,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Oh, somebody's more, got you in the mood. Yo,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m out to come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ld. 好了，我自己。OK， 可以。歌迷真的好棒哦！啊，对啊，怎么我还以为这是安排好的，不是吧？怎么可能是安排好的呢？这是设计好的。啊，可以。三位小伙伴都已经介绍完了，待会有机会跟凡凡一起唱歌。凡凡要邀请他们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合唱哪一首歌？我想合唱一首这个《花房姑娘》吧。哇哦！马上进入到吴亦凡和嗨唱伙伴的 party 音乐时间，一起合唱《花房姑娘》。走过你的身旁，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看到很久不见的照片，想着你脸庞，我也忘过大海的方向。理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女孩，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房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我不敢抬头看着你，脸庞。一到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感谢我们音乐总监赵赵带的这支团队，以及静海音管弦乐团。今天我们中国的 percussion 的鼓王刘孝松大师来了我们现场，非常感谢这些音乐家们。这一组已经唱完了，还好有这一组啊。嗨，好，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小沈。我他总以为喊我。大家好，我叫沈同佳，我来自香港。然后我是一个编舞老师啊，我从小就很喜欢跳舞唱歌，有时候甚至会在家里面模仿明星开演唱会。Yo yo, I just can't now。自嗨。大家都知道一凡老师最近音乐的成绩都非常好。那你今天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展示的是您的舞蹈还是？我今天想为他调一杯酒，调一杯酒。从小学唱歌编舞，上来搞了一杯酒，祝福他以后会越来越好。对，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看这酒的牌子多牛啊，我想和你唱。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看着这个，这冰块，这个是食用干冰，哦，就是可以吃的干冰。可以吃的干冰我也不会吃。我先把酒开一下。开酒也会有一个什么技巧？用牙。就没了？还用拿这个吗？倒一半，一半，一半这样倒下来。今天有一凡老师跟我一起调酒，非常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其实呢，这个。开酒没有什么技巧，但是酒瓶还是有点技巧。点火吗？啊？就这样？有点简单啊，没有会简单的点。就我觉得稍微简单的点啊。没了没了。我们来一个更难的。哇，可以可以。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很高的技巧吧？最精彩的部分，每个杯子里面放吸管。今天最精彩就是这个了。这个杯子里面没有放吸管，因为我准备了另外一根吸管给一凡老师。什么样的吸管？这么大一个吗？哇！大哥，大哥，你玩我吗？大家都知道一凡老师最近音乐的成绩都非常好，所以庆祝一下你最近音乐。好，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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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刚才跳舞的，叫郑多多多，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看人家这说话哈。你好。卡卡卡哇伊。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多，我来自福建福州，我是一名幼儿教师。福建的妹妹啊，妹妹，那个福州人说话都这么卡哇伊吗？是啊，是啊。啊，好可爱，好可爱。现在是等于是教小朋友，对不对？我是教小朋友，然后我。
平时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他们会欺负我，可能我年纪跟他们差不多吧。哦。然后我有一个必杀技，就是唱歌跳舞给他们看，尤其是在唱凡凡的歌、跳凡凡的舞的时候，他们会很乖巧。哦，原来我的歌的受众是，我说啊，新的受众啊，新的受众可以的，可以的。那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好像您还对女孩子嘛喜欢拍照，但是我拍照不是很好看。嗯，怎么拍呢？你教我，你教我。啊，好可爱，好可爱。我不。其实我觉得拍照啊，关键就是你自己的气质魅力达到那一步，怎么拍都好看。没错，你看，因为人家不用教，人家这么帅，人家360度无死角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下一位小高，高子淇，您瞧瞧。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子淇，我来自加拿大。哦、oh. ，对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唱歌和跳舞，也喜欢去看音乐现场，尤其是凡凡的现场，他在舞台上的发光发热的魅力都特别值得让我去学习。所以我想把我的歌唱好，也把我的舞跳好，更想把更多华人的精神传播出去。哇！Yeah. 所以您今天要给我们大家展现的是您的歌艺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哦、oh. ，有点像来讲相声的感觉。Okay. 开始吧。我跟你们说啊，这次坐飞机回来参加节目其实有一些辛苦的。在我休息的时候呢，我会多做一些瑜伽 Pilates。啊，普拉提。今天我想教凡凡还有观众朋友们一些小秘方，所以我们一起开始吧。好的。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Yeah. Oh. 我们建音团要派人。哎，来来来啊。Yeah. 哇，好，第一我们就要学一个比较像肚皮舞的感觉吧，就是练我们的腰部和我们的腹部。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啊，右左要绷紧哦，我要看你们绷紧紧的。我的妈呀，哪儿绷紧，哪儿绷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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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左右左，可以感觉到了吗？只要动腰部这里的哦。这不是只动腰部吗？差不多，差不多。好，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热身，我们的胳膊动作，可以把我的蝴蝶袖练走啊，这也可以。假装有球在我们的手里，慢慢慢慢的来，这样子。对，要加紧哦，可以感觉到这里会有绷紧的疼痛啊。1、2、3，不要让这个球放到地上哦。哇，这个太高难度了。那这也可以唱着歌一起来啊。好的。比如说想你想你想着你，这些模糊记忆。很好。很棒。好，我们就在这里下课吧。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其实我想说，其实很多啊，怎么了，龙龙？很多这种美好的时刻啊，都可以用抖音 APP 短视频来记录一下。好的。对，我身边有很多艺人朋友啊，都在玩抖音 APP。哎，没有错，我们用抖音来记录一下。大家知道，在我们抖音上面有非常多火爆的歌曲，非常火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呢？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可以，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动物园的美好生活，也是可以用我们抖音来记录的。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觉得你唱歌那种感觉放到抖音上，你一定会很火很火的。谢谢越来越帅的龙龙啊！好，接下来了解完这三位朋友之后，吴亦凡，您又会邀请他们合唱哪一首歌？新歌的。新歌最近出了两首，就来 Like That Like That。 好的，让我们进入吴亦凡和嗨唱伙伴的 Party 音乐时间，一起来合唱的是 Like That。
I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ir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I like that. Oh, girl, I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ir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She's a 10, yeah, she bad. Yeah, I love my baby. She's a 10, she's a 10. My inner spending, and I just keep you deep. I spend a little bit. Anytime I'm in the city, that's right with me. With me, with me. When I'm talking, ain't funny, that's where we live it. Yeah, yeah. She feeling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nds. She stands.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no, no sense. No, no, no. Who can I say it? I don't wanna miss one time.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All night on the phone, 24/7 we go. Ok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Mm. Put it on a show for sure. Yeah.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it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rough. I don't know if you're out of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go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Yeah. Like this. You can get it o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blow with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 It's on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bough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我们在这里要告诉电视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演唱歌曲的音频呢，将会在 QQ 音乐、还有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更多精彩的视频呢，会在我们芒果 TV 啊，欢迎大家这个没看够的话，可以到网络上面去点击来听一下。两首歌听完以后，你们自己会比较喜欢其中的哪一位？高子淇。高子淇，因为他非常的享受，我觉得在凡凡的音乐里感受快乐，这个最重要。我喜欢这个孟娜，因为我觉得她唱跳俱佳，而且她自己改编的那个歌曲有很有她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好听。我支持我们老沈家的人，对，必须的，必须的。虽然我们调酒有点垮，但是这一趴顶起来了，好不好？加油，鼓励逐日。图里古日，图里古日，图里古日，这费劲呢。穆琴，我觉得他聊天啊、谈吐啊，包括凡凡来，他今天把他所有凡凡说的话写成了一个说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用心。那接下来凡凡，你对最后一轮的唱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也都就是都挺好的，但是就是感觉这个没关系，给你一点时间考虑，广告之后我们听你的答案。OK。云米告别传统家电，就选云米全屋互联网家电，提醒您稍后看点。想唱 KTV 时间，论唱功真的每个人都不输。一般来说我其实对这个要求是特别严格的。想一下谁，
我今天希望的是，我想和你唱官方合作伙伴，满满一大瓶精华液，高姿一片霸屏面膜。伊利 Joy Day 欧洲进口巧克力豆酸奶，2400万 AI 摄影手机，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十，官方嗨唱记录官抖音 APP 记录美好生活，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待会见。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现在继续。Let's party， 欢迎来到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欢迎回到由喵喵补蓬蓬润启动水光机的韩束澎湃水为您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感谢官方合作伙伴满满一大瓶精华院高姿一片霸屏面膜，以及伊利 Joy Day 欧洲进口的巧克力豆酸奶，感谢会变色更潮美的 AI 摄影手机荣耀十，以及官方嗨唱记录官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参与 APTV 的芒果 TV 专区《我想和你唱》第三季全民互动歌唱活动。刚刚开唱伙伴们和一凡已经合唱完了，那么接下来听听吴亦凡的感受。我觉得首先感受是非常好，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都不是说是专业，一般来说我其实对这个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对，反正就整个听下来之后，我觉得首先每一位都很棒，都给予鼓励是肯定的。两位男生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我觉得孟娜跟穆琴发挥是非常稳定吧，两位，我觉得是蛮好的。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发挥的最稳定、比较舒服的，可能是我更加倾向于不着急说啊，不用说是吗？不着急说，那我等一下呢，凡凡还有机会听六组单独演唱啊，然后再好好考虑。问一下凡凡，你平常如果要去唱 KTV 的话，你最喜欢唱的是？我一般就是老歌多一些偏多，老歌多一点啊。对对对。老韩你呢？我啊，我唱天地啊。Yeah， 漂亮。马上进入吴亦凡与海唱伙伴的想唱 KTV 时间。很少上 KTV， 大家包容一下啊。对，开让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色度换一点痛快，让我变得看不开，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扛下的所有罪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他们说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面对家人我们表现都是叛逆的，只有当我真正的明白你的付出全都是为了我将来，其实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个 good boy， 有时不敢回家是因为害怕我们的争吵会继续蔓延，我也害怕有天看你白发苍苍对着我微笑的脸。曾经做过的梦我一直坚持着，回过头回过时针看时光倒回，此刻这一切就是最完整的答案。你曾说过耐心不可或缺，这或许就是为何我们追梦不曾放弃，盼望都期待着等待着所有的一切，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努力才能叫我的梦想继续 smile。 Don't wanna see you cry， just sing me a lullaby， what's right for you to see you smile， just will be my lullaby。 I smile, don't wanna see you cry。
sing me a lullaby. I'll cry for you to see your smile. This will be my lullaby.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到底还要过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我当我自己的裁判。别期待着有一天能成龙成凤，心中只有一个没有发芽的梦想。抛弃旧的思想，换个方式成长。在今夜里的滋养，让我能够并来长大。含蓄的暗语在歌词里面无法效仿。若问我怎么想，放下伪装，重新起航。谈何应对，谈何错位，只是口味不太匹配。评价善恶，自寻明辨是非。把一切的一切都标注错与对，都是珍贵的，值得保护的，值得被记住的和爱护的，是投入信任的，以及热情的。是全力以赴，心中澎湃的。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高不还要过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我当我自己的裁判。蓝蓝的天空。是我的家，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却只得到一台99螺旋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变快，飞得变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我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去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过，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One more time。 美丽的白发，幸福中发芽，天使的魔法，温暖中慈祥。如果你突然得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少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唱反好的，来建设团的各位朋友，就是听完刚才那一轮之后，大家有没有想把这个头像从自己身上撕掉？我要反水，我要反到高子熙身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的时候的表情实在是太能屈能伸了，他的表情非常的弹润，就像涂过了我们苗苗补蓬蓬润的韩束澎湃水的表情一样。我也反水，我反成孟娜，就是因为吴亦凡对着孟娜做了一个比心的手势。我可以每一个都比一下的。啊，我选孟娜，啊，我觉得她很有实力。我还是不变，我喜欢穆琴。我在图利古日跟沈彤家两个人之间纠结了一下，图利古日就差了一点，我跟你说两个字。节奏，沈彤家更准一点，所以我选了他。我们三小只是一样的想法，还是支持孟欣。好，凡凡呢，最终呢要邀请其中的一位成为他的拍唱伙伴，但是你可以先邀请两位，然后通过彩排，最终就是你的耳朵、你的心来决定机会给谁。我有用心的将自己的蒙古语加到这首歌里，希望跟凡凡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我是真的很喜欢音乐，然后以后也想在音乐这条道路下走上去。路遥知马力，今晚让我陪你唱想你。感觉每次在舞台上面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不忘初衷的一直走下去。我想说我可能实力弱一点，但是梦想总是要有的吧，我也想去跟大家一样有这样的机会。我喜欢唱歌，你也喜欢唱歌，所以呢，所以凡凡，我想和你唱。好，接下来凡凡，哪两位可以和您彩排一下？到底邀请哪两位进入到接下来的彩排？大家都很棒，然后我觉得最后这首歌，首先它可能也女生占一些优势。穆琴，安静安静，让凡凡好好想想。这个时候要让他自己想一下，让他凭他的心，啊。今天总体的表现，包括前面那一些自己的才艺环节下来，我觉得我今天希望的是，包括
孟娜还有穆琴。孟娜和穆琴，恭喜两位，猜对了。我们恭喜，马上进入到吴亦凡嗨唱伙伴的最后一曲歌的排练时间。穆琴是说唱的部分比较加分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一位素人。说唱占挺大比重的一首歌，所以我也希望会有一些说唱的那些能力会可能会更容易驾驭一些。很棒很棒，我很喜欢那种在舞台上面的感觉，然后有很多人喊我的名字，我很幸福。你觉得最后他会邀请你们俩谁？应该是我吧，全场都在喊我的名字，怎么办？我人气怎么这么高啊？但是尔凡我都听见了，我真是很意外。我也喜欢他，谢谢你。我觉得穆琴姐姐她的声音很好听，包括说话的声音，还有她的低音区、中音区都是非常迷人的。然后我觉得我的优势应该是在于高音。你先按你自己感觉来唱，然后我有什么地方我加呢，我会自己加进去，好吧？特别听了一下他的歌声，我觉得非常棒。然后他唱歌起来其实还是挺有自己那股劲儿的。你的那个滴答滴唱得特别高，你刚才你可以就低一点点。滴答滴，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表现得很好，所以很紧张，一直在那边想着怎么去唱这首歌。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本来我就挺喜欢《想你》这一首歌的，一心想着如果选到我，我一定要把这首歌诠释好。OK 了。那么最终，吴亦凡会邀请其中的哪一位成为今晚最终的 party 搭档呢？云米告别传统家电，就选云米全屋互联网家电，提醒您稍后看点。马上为大家揭晓吴亦凡的谜底，我们有请吴亦凡带来他的神秘嗨唱伙伴，我们带来一对一的合作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不简单，果然我觉得她表现今天都挺好的。我想和你唱官方合作伙伴，满满一大瓶精华液，高姿一片霸屏面膜。伊利 Joy Day 欧洲进口巧克力豆酸奶，2400万 AI 摄影手机，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石，官方嗨唱记录官抖音 APP 记录美好生活，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待会见。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现在继续。Let's party， 欢迎来到韩束澎湃水，我想和你唱。欢迎回到由喵喵谷鹏鹏人启动水光机的韩束澎湃水为您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感谢官方指定的 K 歌 APP 全民 K 歌和五亿人一起唱的漂亮。感谢云米告别传统家电，就选云米全屋互联网家电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节目播出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随时摇一摇，参与我们的互动，赢得韩束澎湃水提供给您的惊喜大礼包。哇，太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吴亦凡的谜底，好不好？好，有请吴亦凡带来他的神秘嗨唱伙伴，我们带来一对一的合作秀。孟娜，我想和你唱。他个人记的时候唱了一段我的一首歌叫 Deserve， 驾驭得非常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不简单，果然我觉得她表现今天都挺好的，对，所以就邀请了孟娜。对，Yeah.
想你想着你，有些模糊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看见你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我断了线的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曾从未实现。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 yeah. 有些情，有些字面表达真切。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曾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深浅，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放不了你给的誓言。曾经的是多少誓言？我想我正在想着你，没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我和你的关系，问你是否愿意隔着遥远距离，我为你着迷，无法设计。我只是在乎你，只想和你，想你想你想着你，有些模糊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历史演绎结局，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想你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畏惧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失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他很想你。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像一场电影，别把我放在背景。我和你的关系，问你是否愿意隔着遥远距离，我为你着迷，无法设计。我和你都做眼睛，为何总是逃避，即使这世界充满猜疑。我只知道不你，只想和你，想你想你想着你，有些模糊孟娜，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荣幸，因为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吴亦凡，谢谢今天现场还有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下周来和大家同台合唱的明星是李健。对，就是你，你唱得不错，下期跟我一起唱吧。没错，你还有可能接到李健亲自打给你的电话。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全民 K 歌与明星视频合唱，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报名。你可以通过芒果 TV 全民 K 歌和线下合作函数官方微博、抖音 APP、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客户端、宝声音乐、文山 KTV、 湖南交通频道、年代音乐电台以及荔枝 APP。 没错，与其仰望不如合唱，苗苗鼓彭彭润启动水光机的函数澎湃水歌迷播出的五点合唱，下周五8:20不见不散，拜拜。